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，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，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。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，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。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、精神状态、综合素质，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条件，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。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。我们党自成立以日，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，赢得广大青年，依靠广大青年。人才有高下，知物有时，梦想从学习开始，事业靠本领成就。广大青年要自觉加强学习，不断增强本领。青年有着大好机遇，关键是要迈稳步子，夯实根基，久久为功。心浮气躁，朝三暮四，学一门丢一门，干一行弃一行，无论是为学还是创业，都是最忌讳的。心中有阳光，脚下有力量，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，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。要正确对待一时的失乃得失，处优而不养尊，受挫而不短滞，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。有信念、有梦想、有奋斗、有奉献的人生，才是有意义的人生。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，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。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，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展望未来，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，也必将大有作为。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，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。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，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，同人民一起奋斗，青春才能亮丽；同人民一起前进，青春才能昂扬；同人民一起梦想，青春才能无悔。根基大者可以兼其小，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，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。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民族就有希望。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，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争做担